口罩放宽第一阶段规定，那我们今天就宣布是12月1号开始，那放宽戴口罩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那调整其实大方向来看，就是说室外就不用戴，室外不用戴。那个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岁末的这个大型活动的这个口罩规定，我们会再看变化，再另行研拟。但是大致上的方向就是室外是或是室外空间或室外场所，那取消应全程佩戴口罩的这个相关规定。但是呢，如果是你出门，但是进到室内的空间，那还是要戴口罩，那尤其是像在这个大众交通的运输工具，那这个也是算在室内的，那应该要这个全程戴口罩。那么我想我们如果虽然说室外是不用戴，但是如果人潮很多，没有办法保持特定距离，那也建议了，建议如果你要戴当然是可以。那另外室内的规定都没有改变，除了两个，第一个是唱歌可以免戴口罩，第二个宴席不得主桌敬酒敬茶规定也取消，所以这两个是室内的部分，我们做这两个取消。所以再讲一次，我们的规定现在放宽，室外都不用戴，那室内要戴。那室内的部分除了原先规定可以不戴的以外，唱歌可以不要戴，那宴席也可以主桌这个敬酒敬茶了。那当然体质敏感有慢性病或有症状或人潮密集的地方，仍建议戴口罩。好，那这个是口罩放宽的这个规定。我想我们到12月1号实施的那一天，就正好是规定都全面要戴口罩的555天。我想这个是大家其实口罩也戴了很久了，希望这个口罩的这个松绑规定呢，大家呼吸能够更顺畅一点。另外还有一个松绑的规定，就是那我们因为陆续介绍这个业者旅行业者航空业者那的这个相关的建议，另外也考量到我们的国外的疫情也是持续在趋缓，那我们境外一路的个案也很少，那为了让这个我们的春节还有我们的新年的这个假期的这个航班能够更顺利，那我们自12月10号起那取消入境人数的上限，也就是以后就没有人数上限。那这样当然是可以方便我们航空公司做航线航班的这些的进一步的安排那这样子的话也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春节要这个返国的这个相关人潮，不管是出境和入境都会受到就是最少的影响